我哋去投诉方卓依恩，系去见死不救嘅。我都见过佢差唔多情况，你敢唔敢同我做手术？我觉得我一个点算啊？依家你展开一宗专业失德嘅聆讯。做咩啊？你话冇事噶？台庆剧《星空下的人》二，大结局，今晚9:30，翡翠台。